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弟兄姐妹们，现在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唱新圣诗第十五首《万有清新多美丽》，请我们一同起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来告白我们的信仰。好，一起来。我们信上帝创造统治人与万物的独一真神，他是历史与世界的主，施行审判和拯救。他的儿子从圣灵投胎，由童贞女玛利亚降生为人，成为我们的弟兄，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受苦、钉十字架、死、复活，彰显了上帝的仁爱与公义，使我们与上帝复合。他的灵就是圣灵，住在我们中间，赐能力，使我们在万民中做见证，直到主再来。我们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他的救赎，作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则。我们信上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且根植于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与受苦而成为盼望的记号。我们信人借着上帝的恩典而悔改，罪得赦免，以虔诚仁爱与献身的生活归荣耀于上帝。我们信上帝赐给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使人有份于他的创造，负责任与他一起管理世界，
因此人有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且有追求真神的心。但是人有罪，不用这些恩赐，破坏人万物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当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要使人从罪恶中得释放，使受压制的人得自由平等，在基督里成为新创造的人，使世界成为他的国度，充满公义、平安与喜乐。阿们。现在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敬拜赞美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掌管宇宙万有的大主宰，也是守约施慈爱的永活真神。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因着你的救赎恩典，我们得以进入神家中，享受神儿女自由丰盛的生命。我们为此献上满心的感谢。亲爱的主，此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为着我们的过犯来向你认罪悔改。主啊，你深知我们的软弱与不完全，恳求你的宝血再次来涂抹我们的过犯，更新洁净我们的心怀意念，好叫我们能时时尊主为大，真实活出敬畏上帝、爱人如己的生命样式。我们也要一同为正在接受化疗与标靶治疗、住院手术、罹患忧郁症住院疗养，以及年迈体弱需要养护看顾的兄姐们来祷告。求主医治大能临到这些病痛的兄姐身上，赐下你的安慰、同在与平安，使他们在软弱中仍然有够用的恩典，也不失去信心与盼望。我们当中也有人正面临着生活、工作或家庭关系的难处，求主赐下从上头而来的力量，为他们开路，使他们因着全新的信靠而经历你的奇妙作为与随时的帮助。农历春节将至，求主保守南北往返的兄姐们出入平安，也祝福我们的会友们在假期间与家族亲友能够有美好的团聚时光，更求主让兄姐们有机会透过家庭礼拜向未信主的亲人分享神的恩典，并勇敢地做见证，使神的爱充满每一个家庭。我们也为着达比拉斯福音队顺利完成任务、平安归来献上感恩，恳求圣灵继续动工，让当地教会的牧者同工们能够持续关心参加营会的孩童，使福音的种子在这些孩童的心中能够逐渐的茁壮成长。今天下午教会的联合诗班将开始练习复活节的清唱剧，求主预备诗班成员们的心，使这些圣乐服侍者能够委身于每一次的练习，也求主感动更多有好声音的兄姐们愿意加入这个音乐的服侍，使我们在复活节礼拜中能够把最好最美的音乐献给神。我们也要为着即将于2月18日开课的城主春季班课程来祷告，求主把渴慕神话语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感动更多的兄姐们愿意报名接受装备，使我们有更稳固的属灵根基，可以一同起来承接神放在我们教会的意向与使命，也更加同心地走在跟随基督的道路上。最后我们要恳求圣灵恩膏今天属神牧师的口，也开启我们的耳朵与悟性，使我们能够明白你透过牧师的信息所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恳求主耶稣来垂听，这样子同心祷告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会众请坐下。
接下来我们来起印，今天的起印文是第61篇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这些从前远离上帝，现在却跟基督耶稣结合的人，借着他的死已经接近地上上帝。基督亲自把和平赐给我们，以自己的身体推倒那使他们互相敌对，使他们分裂的墙。他废除了犹太法律的诫命规条，为要使任何人借着他的生命成为一种新人，得以和平相处。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基督终止了这一种敌对的形式。借着这样，基督来的目的是要传和平的福音给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这些从前日内上帝的外邦人和今日上帝的外邦人。借着基督，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我们都能够在同一位圣灵里来到天父面前。这样看来，你们外邦人不再是，你们是上帝子民的同胞，是上帝家人，跟犹太人一样，你们也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而基督耶稣自己是这家的基石，依靠他，整座建筑得以互相连接，逐渐建构他成为圣殿，献给上帝。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吴义成弟兄来献诗。今天他所要献的诗歌是《至好朋友就是耶稣》。Thank you.
鱼。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有七处的段落，让我们一一来看。好，第一段，路加福音3:21，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5:16，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6:12-13，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上帝，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称他们为使徒。9:18，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9:28-29，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11:1，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22:31-32，论到死人复活，上帝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以上，愿上帝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早上邱淑贞牧师为我们讲到的题目是耶稣的祷告生活，把时间交给淑贞牧师。我们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这时候差派你的灵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然后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朝见你。愿神的圣灵帮助我们，以下整个时间，包括刚才的整个的时间的当中，我们都深刻的体会到神你亲自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问一下那个在哪里？没有哈，好，那不好意思，可能要拜托我们的同工一下哈。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呢，你可能看到我们的圣经的时候，会觉得哇，很多，总共有7大段。然后呢，我们也会看到这里面呢，其实它环绕的都是耶稣基督他的祷告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章的 PPT。 想问大家这个问题，你觉得祷告很重要吗？好，有人点头。我相信基督徒大概心里面一般而言大概都会觉得啊，当然啦，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嘿，祷告很重要。可是假设我在问下一个问题的话，我想请问你有每天祷告吗？你会怎么回答？可能有些人会说有，有些人可能会说哎，我偶尔会祷告。但是你知道吗，我从我自己的经验，偶尔会祷告就是等于有的时候是几乎不祷告。好，你就说啊，我是有祷告的，我确实是有祷告的，然后我祷告的时候都是我遇到麻烦的时候，有吧？我相信承认的心中大概有人这么回应，没错。哦，当然我会记得祷告，但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当然是更多更高的祷告啊。弟兄姐妹，当我们把祷告当成是一个工作的时候，当然久而久之你就觉得这个祷告跟你没有切身的关系。我相信也很多人确实
祷告是因为有求于神。可是呢，却不是因为爱主，不是因为享受在那个有主同在的那个时刻的里面。我们是这样的人吗？我们来看下一章。下一章是一位老牧师的提醒。这位老牧师在去年的四月份过世，他应该大家都很熟，查理斯，那个史丹利。然后他讲这句话，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提醒。他说，你一定要挪出时间来单独与耶稣基督相处，单独与耶稣基督相处。世上没有比这个事更重要的了，而且这是最具能力的事了。你要记住，我想这句话包括我自己，我觉得这句话给我很大的一个击中我的心灵。他说，你要记住和你讲话的是谁？他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创造主，他成就你的生命中的每一刻所需。这位老牧师讲的话，你认同吗？我们来从下一章基督徒的八要。这个八要是什么？它其实是一个要求的要。我们要从我们的系列的第三讲，就是常常祷告来思考。祷告其实不是一种邀请，更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他的子民的一个要求。好，我们要来看从经文里面要来进入耶稣的祷告生活啊，所以其实我们的经文有这些的地方，我们会一一的根据这些的经文来做一些的分享。所以我们先来看我们的路加福音的第三章二十一节，蓝色的字是台语的部分。这一段经文说到耶稣受洗时的祷告，然后呢，当时候耶稣受洗，然后百姓们也都受洗了，然后耶稣在那个时刻也受洗，然后经文记载他正祷告的时候天开了。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翻其他的共观福音，不论是我们的马太马可，你都会知道在这些的共观福音里面都有记载到耶稣受洗的情况，可是只有路加福音这一处有提到耶稣受洗的时候祷告，他祷告然后天开了，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这一段的部分。然后你从这里面，你或许跟我一样也会有一样的想法，哇，耶稣好有能力哦，你看他一祷告天就开了。好，除了这样的天就开了以外，我们如果再根据我们的经文继续的看下去，你可以看到当他受洗然后再祷告的时候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来看下一章是什么。这三件的事，第一个，好，按下天开了，刚才天，好，我们刚才有看到，好，说到第二个，说到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三件事是什么呢？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可能你会觉得啊，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嘛，所以他祷告当然很有能力呀。可是我心中有一个浮现的一个答案，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在想，祷告绝对不是仅只靠言语而已，然后如果祷告当中没有蒙上帝所喜悦的这些的祷告检讨或者是检讨，我相信心中所想手中所做的事来跟神求讨的时候，是不合神心悦的时候，当然我们的上帝就不会跟我们回应说，你是我的爱子或是爱女，我喜悦你。
这是耶稣受洗的祷告给我们的一些的提醒。好，所以你会看到哦，这个第一个祷告开始，你就会发现，哎，今天所读的祷告文，好，关于耶稣的祷告都没有内容的部分。可是我们要从这些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这些的祷告，它其实很深远的影响着不同的人，然后呢，也影响着一些事的建立。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耶稣的祷告。这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然后42节提到说，当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然后走到旷野的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然后不让他离开。这段经文我们其实大概也常常会看到很多其他的地方，包括、甚至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也会有看到。你会发现耶稣他的祷告好像是成为他一天的开始。好，我们现在按一下，这是路加福音4章42节，可是我要请大家来对比一下马可福音的1章35节，这里面的提醒好记载是更加的深，好，就是比我们所想的还要更早的时间。你看哦，马可他说，次日早晨的时候，天还没有亮，耶稣就起来然后到旷野那地方，在那边祷告。所以你从这一段的经文，你很清楚看到祷告可以说是耶稣的生命当中，而且是他一整天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事。他以祷告开始他的每一天。我们来看下一章的部分。其实如果你进到犹太人的生活的话，你大概会知道犹太人，尤其是虔诚的犹太人，特别是男生，他说一天必须要进行3次的好例行的祷告、啊、这3次的例行祷告呢，有它的时间性。好，我们知道那个像那个、伊斯兰教他们也是一样有例行的祷告，但是是5次这样子。好，这3次是什么时间？上午9点、中午12点、下午3点。可能也有人会跟我说，不是，我有3次的祷告、哦、早餐、中餐、晚餐，你看我有祷告，哎呀，5次、哦、也可以啊，早上起来然后晚上睡觉前啊，嘿，感谢主，这也是很棒。但是耶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来这样的、哦、一开始一醒起来或者是还没有睡觉之前就开始祷告吗？我相信这是比所谓的那个程序或者是他们的规范，耶稣比这个还要再更多的看重。如果你看我们的圣经，你知道耶稣很繁忙，非常的忙，然后呢，当他忙完之后呢，可能呢门徒呢接下来干嘛要跑过来跟他说啊，耶稣耶稣，又有什么事情了、哦、要你赶快怎么样了。我们来想一下哦，在现代，其实每个现代人都很繁忙，我觉得基督徒其实也很繁忙，非常的忙。忙着什么？早上到晚上整天工作，然后呢，我们要在工作上有见证，接下去我们要来到教会，如果我们更觉得说，哇，我希望以我的生命能够来回应上帝，所以我们可能也会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工。除此之外，我们有我们的孩子，有我们的家庭要照顾，你觉得会不会很忙？超级忙的。但是就像耶稣或者是他的使徒保罗、彼得一样，他们很忙，忙着做侍奉，忙着教导，忙着把上帝的话语亲自的分享。然而就是因为这样，更要像耶稣基督一样，一早起来就要从上帝那里来汲取能力，那就是借着祷告。这是我们今天
看到的第二段的经文，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二节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如果我们觉得好忙哦，提早一点点起来，早上起来第一件事，跟我们的上帝一起同在。然后接下去我们看的是路加福音的五章十六节，这一段的经文很简单，他就提到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你看整个的经文，你会知道这里面的退不是那种败退的退，这个退是一种我不是因为外在的事情而退。为什么我会这么说？你把你的圣经打开，你会看到五章十六节的地方，其实耶稣他行了很多的神迹，然后在神迹当中很多人都会哇，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有能力的人啊，而且啊他讲的话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听，于是呢很多人都急着要去找他跟随他。耶稣在这个时刻他退下来到旷野，因为他知道我不能被这些表象所看见的这样的一个复利，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景况给影响。最重要的是退到旷野是我们要保持对上帝的绝对忠心。所以如果你有参加团契或小组，你一定会知道啊，有很多时候团契小组都会办一些的所谓的退休会。我不是那种啊，我年纪到了要退休的退休，是从繁忙的生活当中退下来，像耶稣基督一样到旷野跟神连接，彼此祷告，也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横向的跟神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好，我们接下去再看下一章的PPT。六章十二到十三节提到，在那个时刻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向上帝祷告，到了天亮的时候叫门徒来，然后就从他们中间选出十二个人。这一段的经文你会知道一件事情，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成为教会的根基是从什么开始？是从祷告开始。所以我们今年我们说跟随基督，然后呢建造，同心建造，要建造什么？或许会有很多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从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要同心建造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建造要带到上帝的面前。就像耶稣一样，他要拣选门徒，他拣选门徒的时候，他先以祷告来开始他的预备。好，我们来看下一章的部分哦，你就会觉得说哇，耶稣的祷告很有功效。好，我们看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部分惨了，耶稣的祷告好像出锤了耶，好像失败了哦。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十二个使徒里面，十二个门徒里面，既然有一个是怎样的？卖了耶稣的犹大。是啊，感觉好像是失败耶，好像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耶。可是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六章四六十四节，后你可以把它翻开来看一下，经文里面提到你们中间有些人不相信。所以从这段经文你就知道，耶稣他在拣选门徒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谁会不信，谁会出卖他。可是为什么耶稣还是要选择犹大成为他的门徒之一呢？而且还是十二个门徒，这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位分的门徒。我相信在这一点里面，我们看到了第一个，耶稣他故意选立犹大，这当中有很大的机会是给悔改的机会给犹大，这很重要。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我们真的会发现我们寻求公义，但是在过分公义的情况之下，
某些的情况好像会反而把一个人更推到极致里面。很可惜的是，犹大给我们看见的是他错过了许多悔改的机会。这是耶稣的选择，在祷告里面他也知道他应该要去做，他心里面或许在那个时刻明明知道这是一个会卖我的人，但是我还是要顺从神的声音，顺从神的旨意。然后他在整个跪拜的过程当中用更多的爱与耐心来对待犹大。我们接下去再来看一下九章的部分，九章十八或者是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你会看到在这一段的经文他提到的是耶稣独自祷告，然后门徒跟他在那里。接下去祷告之后，祷告完耶稣问这些门徒说，众人说我是谁？为什么在这一段的部分耶稣他要用这方式来彰显他的身份？这里很重要。其实你如果看经文里面，你会知道在前面好这一段的经文之前，耶稣刚行了一个神迹，就是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所以其实很多人都看到，哇，这个耶稣真的是大有能力，他讲的话非常非常的让人的心里面得到被安慰，而且激生出很大的热忱。而且他行的神迹是这么大的一个神迹，5000个人因而吃饱，甚至留下了12筐的这些剩余的食物。可是耶稣借着这个机会，众人对他议论纷纷的时候，耶稣借着这机会提供这个机会给门徒，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更深的认识他。你注意看这一段的经文哦，耶稣他要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前面在说什么？说耶稣独自祷告。所以表示什么？这是一个耶稣他很清楚知道他的身份必须彰显，而且他要预备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事情很熟，我们就马上随手一做。耶稣是个大能者，难道他不用马上随时讲就可以了吗？为什么一定要经过祷告？可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越是觉得很熟练，我们越要小心，而且越要跟神连接。然后接下去之后，你要看到后面的部分哦，在28到29节，耶稣在这时候他的祷告，除了为了众人之外，他的门徒之外，他也为了他自己。我们看下一章的部分，耶稣他预备自己，他也借着我们看到的28到29，他用祷告来让自己有所预备，不让自己因为听到别人的一些的评论哦，不论是赞美的或是很欣喜的追捧的或是有一些疑虑的，不管，我就是预备我自己，然后我不会因为别人的评论来受到影响。这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里面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希望能得到的状况？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甚至在我们的亲族之间，我们或许会听到很多的一些对我们的建议或是批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喜欢心悦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受到言语的影响而忽略了天父对我们的使命。然后我们再看接下去的这一段的经文，11章第1节，耶稣在一处祷告，祷告完之后有个门徒对他说，主啊，求你教我们祷告。你大概看到这一段经文，你就很清楚的知道第1到第11节其实就是主导文。但是我们今天不在这里面谈主导文，
我们反而要来看，看什么呢？看耶稣他如何教导门徒的祷告，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哦，你可以观察一下，耶稣其实是借着祷告来教导门徒。所以耶稣祷告的时候，他旁边的门徒是有看到的，然后这样的一个祷告让他觉得，哇，看到我的老师如此的祷告，他觉得我也好想要学习怎么样祷告有大能力，而且能够跟神有很紧密的关系。好，我们看下一章，你就会发现耶稣他一定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他祷告出来带出来的那个效果，那个功效会让人觉得心里很新鲜羡慕。然后这个常常祷告的人，当他在教导人的时候，才能够带出一个正确的祷告态度，借着祷告来教导门徒。所以其实我们的教会已经2年左右在推行这个 RPG 的祷告。 RPG 的祷告就是怎样，我觉得哎，跟耶稣的教导祷告很像，借着一群人，可能3到4个人不多，然后一个人祷告之后，下一个人为我的祷告祷告，然后嘞，在这个时候每一个人都会祷告，都有祷告的机会，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祷告互相祷告的过程里面彼此学习。所以有机会的话，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更多更多的参与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其实每个礼拜四都会有祷告会，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祷告方式， RPG 有机会也可以在这边使用的时候，很期待大家有机会可以来参加那一种祷告里面学习，而且也学习为别人代祷。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部分，22章31到32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对门徒彼得所说的话。他说，彼得，撒旦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求使你不致失了信心。这段话你翻到路加福音22章，你看过来，你就会很清楚知道，这已经是进入，开始要进入耶稣预备受难的时刻。然后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彼得他本来很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信心满满的，跟对耶稣说没有问题，一定可以，我一定会忠心的跟随你。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耶稣的预言应验了，基提3次之前彼得不认主。然后我会看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是让我们很得到安慰的，因为在我们自以为我们可以坚定的走在所谓的不同的道路的时候，神都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的情况。所以在彼得还不清楚他会遇到这么大的一个信仰的波澜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代祷了。我们来看下一章的部分，你会看到在这样的一个祷告当中，耶稣他请彰显出来的整个他代祷的这样的一个品质，他不是评论的或是夸口自己的能力的，他是为了这个人的生命情况而代祷。然后我们也看到代祷确实是有能力可以带出影响的。有位姐妹跟我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他有提到有一次他的心里面很愁苦，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希望有人为他代祷。那个人其实也不知道说，哇，到底他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为他祷告的时候就说，神啊，求你帮助他能够从这样的一个忧郁的情况当中来带出来，来走出来。
后来这位姐妹跟那位代祷者分享，你知道吗？我觉得好奇妙，昨天晚上你替我祷告完之后，当天我睡觉做了一个梦，好担心哦，到底是梦了什么？他说我做了一个彩色的梦。哎，你有做过彩色的梦吗？他说他去到了一个很漂亮的花园，那个彩色的颜色让你无法形容出来。我看到那花园之后，我觉得我的心整个都开了。于是代祷者就跟他说，上帝好爱你，他知道你喜欢什么，就用你最喜欢的东西帮你的心打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小看了代祷的能力呢？接下去我们要来做一个提醒，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章的部分。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祷告是有一些的误解的，祷告绝对不是我们在唱独角戏，上帝在那边啊，上帝啊，你要听我的祷告，我现在怎么样，我现在怎么样了。从这个角度跳脱，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个更深的层次里，跟我们的上帝一起来对话，是一种诉说。同样的，你在诉说的时候，你也要留时间给上帝跟你的心说话。这是一种让我们学习上帝在祷告当中做主，而且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聆听的过程，其实上帝在行说，在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所以其实如果你有机会也可以来参加泰哲式，这种是一种静观式的祷告，它比较少那种口说的这样的祷告，但是它会在安静的里面学习，学习神啊，我在默想的里面，我在静默的当中，求你的灵对我说话。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祷告方式，没有说哪一种是最好，但是找出那个你跟神有机会一起对话的祷告，那是最最重要的了。好，我们来看下一章。这个人乔治·怀特菲，他是18世纪的一个宣教士英国人。然后呢，他其实对于美国的整个基督徒的灵命的复苏有很大的影响力。然后这里面有15个那个他的在每一天他的灵修生活当中，他会问他自己的一些的反省。然后其实我是在那个提摩太凯勒这一位牧师他的书当中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经文这样的一个故事。我就觉得其实这15个问题是很好的一个提醒。然后因为字很小所以我就在后半下一半的部分，下一章的地方，我把6个跟祷告直接有关系的这样的15条把它列出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请看下一章。首先你会看到第一个反省是你是否有火热祷告的心，然后跟神单独面对的迫切祷告。第二个，你是否有持守早中晚固定的祷告时间？不过这一点我倒是觉得不只是固定的时间，甚至你心中有感动的时候你就祷告，那就对了。第三个，你是不是会自发的向上帝祷告，还是要人家一直你要祷告啊，你要祷告啊，而是主啊，我希望跟你能够享受那种与你同在的感觉的这样的一个自发祷告。然后第五个，他说是第四个是你有没有认真的考虑过，在你的祷告跟神对话之后，你能够有行动出来，然后接下去把自己的行为归荣耀给上帝。这是一种越来越往上升的一种祷告的生命。好，第六个，是否在祷告当中对今天要进行的事工做好计划？
就像耶稣基督，天还没有亮，他先祷告，接下去今天一整个的活动当中都有神的能力同在。这是我们在今天耶稣基督的祷告当中，然后我也从我自己的灵修的生活提出这样的一个分享。真的，我们如果一直一直祷告是一种好像是一个名词，我们却没有起而行的话，那都是空话而已。下一章，做言不如起而行。你可以参加很多的祷告会，你看我们教会的周报的祷告，星期四晚上有祷告会，星期五早上有祷告会，然后呢可能在你的小组或是在团契当中也有不同的祷告， RPG 的祷告。这些如果我们只是在听，停留在听，停留在知道有这个东西，你却没有起而行，那其实真的都是空的了。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祷告。这首诗歌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是骆先春牧师他所做的曲子。然后你会在唱的过程你会发现，基督徒在成圣徒的过程当中确实有他软弱的真实处境，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同在。所以接下去我要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求上主教导我们祷告。然后请起立，在唱的过程我要请大家用祷告的心仔细的来唱这首诗歌，愿我们唱的过程这些的字句都成为我们跟神的祷告。求主神灵照。
们仍然站立，我们来唱奉献诗，我将生命献给你。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出于甘心乐意的人将经历他丰富的赏赐。现在我们一同来读本月的金句。好，我们一同来。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典，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哥林多前书3:10。好，现在我要来报告本教会的一些事工消息。首先是会务部的消息。第一点，我们教会在新春过年期间，我们备有新年家庭礼拜的程序单，欢迎会友们有需要的人可以到招待处去拿取。第二点，2月11号新春联合礼拜将在10点举行。那如果有需要的奉献带的兄姐们可以取用，我们可以在年节有一个奉献的行动。那当天我们的主日爱餐跟儿童主日学都暂停。那特别提醒大家，2月11号是大年初二，不是大年初一哈。对，不要大年初一来了。好，再来我们的春节牧师的轮值如下哈：2月8号到2月10号是伯母牧师轮值，2月11号到2月13号是光圣牧师轮值。那第四点，教会自从2月8号，就是礼拜四就开始放春节的年假，一直到2月15号才恢复上班。期间除了2月11号新春礼拜以外，哈，我们教会就暂时休息这样。好，那所以我们2月8号晚上祷告会也暂停一次。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儿青部的一个活动哈。在2月18号跟2月25号下午1点到3点，儿青部会举办儿童职业体验机械工程师的2场的聚会活动。那有兴趣参加的人请扫描 QR code 来报名。好，下一点是关于我们今年度春季班成人主日学的开课的情形哈，就是我们春季班从2月18号开始哈，会开始开课。那我们总共有6个班哈，有由电学远眺上主的作为、新约读经、保罗书信，还有诗篇与摄影的交织、王储的训练、马太福音读经、生命读经、同心建造门徒系列、历代志，还有向信仰前辈学习人生智慧，总共有6个班。那上课的时间、地点，还有授课的老师，大家请自行过目。那欢迎兄姐们透过线上来报名，或者是可以扫描我们周报上的 QR code 来报名。好，再来我们今年度第1场圣经诠释的讲座，
将在2月24号礼拜六上午8点半到下午5点来举办，主题是《路加福音》的普世喜讯，由叶约翰牧师来主讲。欢迎会友们来踊跃的报名参加。那本会会有报名会享有特别的优惠价，教会有补助。好，再来我们来看下一项。在2月17号礼拜六上午10点，在本教会5楼礼拜堂将举办《生命建造圣经共读撒母耳记上下》的这个讲座，是由庄信德牧师来主讲，那欢迎兄姐们来领赏。好，再来就是在2月18号上午8点45分，在6楼03有以斯拉查经班的查经聚会，那欢迎退休兄姐们可以一同来查考圣经。好，那本主日维伦牧师呢，他是前往深坑教会去证道，同时也主持他们的会员合会。好，那以上的报告到这里，那其他的消息请大家自行过目。那今天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请站起来让我们来欢迎。好，那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跟我们前后左右的兄姐们彼此问安哈。好，那现在我们请一同站立，我们要一起来唱祝福差遣的诗歌，新圣诗第402首，恳求主你引领我脚步。唱完诗歌，请牧师为我们祝祷。上帝的恩典以及圣灵上帝的全能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到此结束，散会后如有需要代祷的兄姐，请到台前来，牧师与长老会与您一同祷告。